大家好，又到周末了，今天我们要去一个叫南溪古寨的地方，它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境内。据说它是中国最后一只匈奴的一个后裔啊，因为当年唐代是为了躲避黄巢之乱而从安徽的南部迁到这个东至县境内，到现在经历了60多代了啊，1130多年的历史。今天呢，我们就去那边看一下，叫南溪古寨。到了东至县这个县境呢，这边堵车，好像前面在修路吧。单向放行，白色的居多哈，挺好看的。朋友们，到了啊，南溪古寨已经到了。一会儿我们就下去拍一下，看看这个匈奴的后代居住的这个村寨。朋友们，欢迎来到问路旅途啊！这个就是南溪古寨的村口啊，前面就是个寨门。村口这个地方有三座桥，三座桥叫进村三把锁。这边这个桥是叫汇源桥，明嘉靖年间修的啊。就这个千年古树，这就是南溪古寨啊，中国最后的一个隐藏在大山深处的匈奴部落。据考证啊，这个确实是这么样的啊，一个复旦大学的一个教授来研究这边人的这个 DNA， 应该是没有问题啊。这个大哥是做了一个饭店旅游的啊，可以团客散客都可以接待。对，池潭人家叫收那个抖音叫池潭，池潭人家潭是那个檀木的潭，南部山区花园乡池潭人家。对，池潭人家啊，可以收得到的。人家民族老板，我家能住到55个客人。这还有什么过什么节，然后跳舞匈奴舞。啊，人家反正人家反正有人来的嘛，他那边人来了就去那边搞舞的。啊，有旅游团，有旅游团的来就表演一下。说普通那不骗人，那说话是这样子的，骗人的。我那就不想在这里。他是为了应付旅游团的，是吧？进村这一共是三座桥，当地人叫做进村的三把锁，锁住财富。这边是两仪桥，这边有个祭神坛，这边可以上去的。这边有一个匈奴的历史简介啊，这边是一个卫生间，古两边的水沟里面流水潺潺啊，这边是一个客栈，南溪客栈。再重新装修可能。太热了，现在呢没有太阳，别好了。这个是金狮大城池的左立面左墙的一个情况啊，很喜庆，挂满了红灯笼。这面墙上金狮中池，池塘修的不错，挺大的啊。这是2004年10月立的啊。你看这墙角还有一些毛时代的标语啊，毛主席语录。
你看它的穹顶啊，就是那个弧形的，有点那个草原民族那个弓形的那个造型啊。上面的户对，门当户对。咱们进去看一下啊，看那台阶多高，台阶应该有40-50公分高啊，门槛。这祠堂正对着写的是牌匾上写的"南溪逝者堂"，就是这个祠堂一共用了100根柱子啊，其中有一根柱子没有落地，因为那个。100根柱子的话，好像是皇家建筑才能用啊，所以为了避开那个不必要的麻烦，在修这个祠堂的时候就做这么一个小小的处理。南溪逝者堂。供的是那个始祖吉米尼的那个画像。看到这个立柱，跟那屋檐飞出来那个角雕的那个花纹啊，还是挺漂亮的。正对着这个最中间这个两个立柱上是一对狮子雕的，看到这个垫在柱子下面的石头啊，花纹是跟是不是跟蒙古图案挺像的？一个蒙古包上的一个，据说是表达一个什么蓝天白云的一个寓意啊。这坎儿多高！再切点辣椒丝。志德县政府旧址，建隆。主任，你们好，吃饭呢？这边是做木材加工是吧？咱们这房子有多少年历史了？啊，这个家的主人这个说是在外面创业去了，他们租的这个地方搞木材加工。这边外墙都是砖的啊，两边还有烽火墙，典型的灰色建筑。哦，好晒呀，好热。不用冰的吧？有冰的吗？有冰的吧？哎，要一个冰的吧。好的，谢谢。多少钱？3元钱。这有没有发现那个这个市面的墙上有一个方形的孔洞啊？
我觉得最上面那层孔洞应该是跟箭头的功能一样的。这辣椒酱是吧？碾出来的哈。你看，这院子还挺大的。挖一下那个孔洞，其实跟那个福江土楼那个应该是一样的，起到一个料帮的一个防守的作用。孔呢也可以当射击孔来用，应该是。以前应该是成片的，规模还挺大的。到后面因为有一些可能年久失修了，这个老人不在了，可能有些就毁了，有一些就拆了，然后重建了那个新房。有那个方形的小孔，这边叫斗心路。大哥你好，南溪古寨以前很少有人知道啊，是前几年一个上海复旦大学一个教授，然后来考证了这个南溪古寨这个匈奴人后裔的基因啊，就是说证实了这个是不是确实有一只匈奴的在这个大山里面繁衍生息，到这边1000多年了，这个呢有个思乡亭。昨天写的《名落南溪四则长》，身传漠北家风正。古碉楼、古箭楼，箭楼建于元末，属村里的六四栋箭楼之一。箭楼四周都有箭孔，西北方的魏角。正对应着匈奴故地，表达对故土的思念啊。这边是箭楼，从这对角看过去，你看到那个墙体上都有半个砖长度这么样的一个小孔，方形小孔啊。这个就是出于瞭望和这个进攻和防守的一种功能吧。它既可攻也可守，既能攻也能守，还表达了对这个故土的一种思念。它太极上其实这个墙做的挺漂亮的，它是用那个灰瓦做了一个，从这下去。南溪古寨这个古建筑还是挺多的哈，规模不小哎。这很漂亮吧。
太晒了。蓝天白云不一定是好事啊，有时候。据说这个地方是九条山脉啊，龙头只冲向这个山谷里面，三面环山。据说是九龙戏山猪的一个意思啊，就这个地方风水特别好。刚才村口的大哥说，在清朝以前，这个寨子里面是没有跟外面通婚的，就是外面的人是轻易不能进来的。找个地方去休息一下，凉快点，要不然真中暑了。太热了，今天太热了。啊，对啊，休息一下。对，以后找个地方休息一下。确实太热了。这边是中宫弄，这个弄堂很多很多啊。确实太热了，搞不好还要中暑了。人家热。现在这个太阳好像下去点了，看这弄堂，弄堂特别是稍微好点了，但上套就不行，没有中暑了。这个是民国政府旧址啊，志德县国民政府旧址，历史建筑。在花园里乡。右面墙上画着，哎呀，从这边出去，南溪古寨咱们就逛完了啊，朋友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山里最后一个匈奴部落啊，南溪古寨咱们就拍到这儿了啊，朋友们，希望喜欢我视频的要给我支持点赞。关注啊，拜拜。